惠灵时间，惠灵现在在的地方是巴黎的一片新区拉德芳斯，法语叫做拉德芳斯。上世纪30年代起，巴黎开始酝酿在这里规划一片新区，到60年代建筑方案基本成型。在经过20-30年的建设，拉德芳斯新区终于以其崭新的面貌耸立在巴黎西郊的天际线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是整个建筑群的一个核心，叫做大拱门，也被称为新凯旋门。拱门中悬挂着一张宛若云朵的巨大天幕，漂浮于半空之中。整个拉德芳斯新区呢，可以说是巴黎近郊最具现代化的都会景观，更是欧洲最前沿的办公区，这几乎都是世界跨国公司的据点。有人说拉德芳斯是巴黎走向未来、通向世界的窗口，更是世界范围内城市规划的一个成功范例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